就即将从我们16号一直到10月15号展开。那过去我们在办文字月的时候，其实还是从点的概念去做推广，去介绍台南市很多的重要的古迹景点。但是慢慢的，整个文化资产保存的观念是从点、线到整个面，所以我们在县市合并之后所做的历史街区振兴计划，其实就是整个面的一个保存的一种观念。那在这一次的文字月的做法上，其实我们选择了不一样的规划跟办理，所以以下有几个重要的活动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个活动是，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已经有将近超过110年的台南厅的厅长官邸哦，那这是首次的开放民众来参观。那这个地方过去就是什么？就是厅长接待宾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地，所以目前我们也是市长重要接待贵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邀请大家在9月16号、17号2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邀请民众到这边来做客。是我们文化资产月2017文化资产月的一个启动哈。那么我们的文化局文资处规划系列的活动来希望能透过这个导览的方式哈，能够让大家更熟悉、更认识啊，从认识来更热爱我们这个城市。那我们台南其实我们拥有22处国定古迹，那如果再加上市定古迹累计起来，我们有200处啊，可以说是全国古迹文化资产最丰富的一个城市。那么这样宝贵的资产其实有赖我们要这个善加的这个认识，更加的认识，然后来善加的让它能够活化啊，那么让我们跟城市、跟我们的市民能够有更深厚的一个感情的连结啊。那所以这次文化局规划的从陆路水路还有仙路3条路线的一个规划的这个活动啊，我想非常的值得大家来参与。这是什么所在啊？哦，台南厅长官邸了。哇，这多人！您讲我是什么人？我就是坐车无扎钱，司机甲你讲，你落车。吼、哦，为着吼，哦，小上帝庙去，哦，风台吹歹去，哦，小上帝叫伊保重，顶顿通天关钱去哦，千里眼跋筊赢去，啊，小上帝足受气的，吼、哦，去掠千里眼，结果掠着人。去抓到溪青爷，啊！我要救出溪青爷，无法度，我即摆去父庙拜托母神关公要斗3天。我安尼约关公来即个台南厅长官邸，啊！关公看也未来。来咯，三太子。哦，关公你来啊你，哦，赶紧斗3天，会当去烧上帝庙，哦。救回溪青爷，小上帝，性地无好，搁爱民主，我无能为力呀。啊，你嘛无多，阿免喏。Thank you.
过一只，今日要放哈。好，大家听不懂乌龟的话哈、哦，没有关系，我当太子听得懂，我翻译给大家听。他说：“市长好帅呀、哦。”不是啊，敢讲安尼？对啦，这是属性。爱哥讲吼，咱今仔就是2017年台南市文化资产月的活动，还是台南到台湾行哈？为这个9月16号，嘿，到这个10月15号，分三条龙哦，都三条龙，一条点啊加龙，一条。九头龙，一条阿门头龙，去。